一透早，国庆乡的水利村民陆续来到水利国小，因为因听到学校的护士得到全国杰出护理人员服务奉献奖，嘛拢替伊真欢喜，嘛认为这个奖是应该给张美玲的。真好，真好，哎，恁讲讲实在，真好。伊讲责任，讲责任啦。在这方面呢，咱美玲对水利社区的帮助实在是非常大，而且表示感谢以外呢，嘛杰出。再次恭喜咱美玲吼，啊，得到咱全国杰出的护理人员。亲切笑容，甲社会民众大家开工做伙，嘛，予人改变对学校护士的印象。张美玲表示，从事护理工作20多年的时间，伊看到隔代教育的问题，嘛，看到传来阿公阿妈的孤单，所以希望将伊的专业为这个小传落来做起。到医院，如果说我就直接告诉大家说，一些民众说：“哎，你往这边走，到那边去量血压。那我倒不如留在我在地、我在亲的职场附近哈。那我学生、我的家长，我都可以照顾到这样子。那所以我就申请一些乐龄中心的计划，那来做乐龄的活动，还有关怀照顾的这个部分。”看到学校的护士张美玲，唔那是受到地方的肯定，佮得到全国的奖项。水利国小校长焦基表示，因希望透过张美玲的努力，予佫较侪人来关心社区的时段。他的一个乐龄的成功的经验，所以我们也现在也开发相关的课程，希望未来可以让孩子也走入社区，也可以去服务我们的长辈，希望让学校和社区能够更融合在一起。也是对我们的肯定，然后也给我们一个更坚定的信念，说我们继续能够在社区里面做更多的服务，这样子。水利国小护士张美玲现在唔那只是囡仔护士阿姨，嘛是因公心声上好的听众，佫是社区老大人共同的查某囝，嘛让人看到张美玲对社区的付出相当的佩服。记者真心常报道。